欢迎收看《股起来点名》。今天大盘呢，涨182点，一根长红，大赚，赚了没？要不要跟着我做？还是你放空再赔？还是你买错股票，没有涨？今天去182点，今天不是涨18点。你应该是大赚，你不只是赚，你要大赚，你怎么可以赔？或者呢，换工股票被割，或者台子期被割。我一直跟大家谈到，操作上你要注意什么？年线在这里，方向向上的。持股绩效，如果你这里不敢买，这里我买自保一样是赚6成，这里不敢买，跌到年线，你为什么不敢买？你要跟上脚步，对不对？你跟上了没有？你有赚钱无？去182点，你若无赚钱，你要不要换股？或者你看错方向？我们今天不止股票赚钱哦。其实我很少花时间谈到指数跟期货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我跟大家提到呢，大盘在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做整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个转折出现了，当一个转折出现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就如同在这个转折出现一样，你要做的是。有方向的时候，你要买进选择权的买权。今天我做了，另外你要买进期指的多单，之前我都是当冲或隔日冲。我等下会跟大家谈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哈。今天台指期呢，9:0510533，10:47赚100点，这是当冲卖出平仓，这一段100点。基本的一口赚2万，10口赚20万，转折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开始波段多单100多点续报，到尾盘一个波段一个当冲，周选择权买权1075034到36，转折点出手，对不对？马上赚了1倍，这里37到36对35成交，这个地方到11点多已经变70了，有没有？是马上赚1倍，可是我没有卖，尾盘91，等于是你35万变成91万，这是选择权。当它方向出现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往上冲。不止选择权，期货也一样。这我下一段要跟大家谈。今天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谈选择权、讲期货？因为今天是一个转折出现了嘛。我说期货、选择权我是专家，但是我没有很多时间跟大家谈。我一直有在操作，但是我们都是当冲隔日冲。但今天呢，我们做到了，当冲100点，续报波段多单呢100多点，选择权。翻倍数。今天期货的外资未平仓增加了5000多口，你去对照，负800、负1500、正1000、负1900、正5200，那你说它有没有轧空？前几天在诱空，很多人放空被轧了，对不对？外资已经变成买超了，它会持续的放大，今天去182点。你选择权有赚到吗？还是被割，那个股呢？你有没有跟上脚步？你对有对不？今天为什么涨这么多？台积电、鸿海，尤其是国巨，我讲过呢，
国巨六月五号股东会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谈过，接下来他七月三号强制回补的最后一天，他一定会让你回补在高档，又拉回，你不补他就嘎上去了嘛。包括威盛，他今天还是涨停，包括我卖掉的，这个我出清了、哦，我赚六成，我卖掉了智宝，今天盘中还有涨停，我只是告诉大家。你的股票有没有这样这么强？涨了六成了，出清了，它还在涨停，还是你的股票在往下破底？你要买的是这种股票嘛？这是方向向上的股票，包括光学股，嘉麟今天也涨啊，玉之光也涨啊 ，MOSFET 茂系也涨啊，哪一档没有大涨？你赚了没有？威盛我说过我减码一半，对不对？另外一半续报嘛。这一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谈到都是哪些股票，都是这几档股票嘛。从这里到这里有没有六成？在这里就有六只涨停，怎么会没有六成？我在这一天出清嘛，出清以后它有没有往下掉？我说你想太多，他今天又上来了嘛？那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？六月初大盘拉上去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在这个位置买进什么？智宝啊、威盛啊、兆元啊，都是在这个地方嘛。那这里掉下来，这些股票有没有跌？没有跌嘛。这六月初啊。它是涨六成，大盘六月初这里往下掉，所以我说什么？我说是持股绩效嘛。六月份是一个高难度的操作，我照样赚钱嘛。六月初在这里，而且我说智宝为什么全部都能赚钱，都成交？因为这里很好买嘛。我们再看一下威盛。威盛当六月初你这里切入的时候，这里三十五块附近，对不对？当你往上走，外资一路买，外资帮你抬轿啊，你是一路奏轿，涨了三成，涨了四成。我说我在这里，我解码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地方我赚了36%，那为什么不出清？因为外资根本没有出啊。为什么要出清？我一半先落袋为安嘛。他今天是又涨停了，外资根本没有卖。我说我的操作理念是什么？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。如果你认同我操作理念的，你要赶快跟上脚步哈。低档卡位，赚波段，对不对？赚了三成到六成以上，我会先减码，确保战果。为什么能够赚这么多？因为是低档卡位。我有带你追价，我有带会员追价吗？会员拢在看嘛，都可以证明，对不对？低档卡位这样上去才是波段。我简单的给大家算一下，这里35，对不对？35两成是7块，四成是14块，35加14 49，这里是50块。今仔收50，啊，你讲赚有四成无？摸四成，凊彩省毛三成嘛。做教就是会会的价值嘛。我一个礼拜、一个月收你多少钱？我让你做教可以赚到四成，让外资来抬轿，那你说有没有价值？剩一半嘛，它是又涨停了。那你说它会不会创新高？我说会啊，我说他会创新高哦，我不只赚四成，我还要再赚哦。他有机会赚到六成，跟智宝一样嘛，甚至一倍。我们边走边看，对不对？你要注意他筹码，外资没有卖，我为什么要出清？
基本面出现转机，技术面在低档，对不对？筹码稳定被锁定，它很自然的，你做教嘛，你不需要消息，你不需要内线，你只要有功力，从这里去找出资讯。我说大家看的都是同一套的资讯，大家都有同一道的资料，为什么我选得到，别的老师做不到？你要去想一想原因。为什么法人抬轿？为什么智宝今天还在涨停？为什么兆远能够这样一路拉破底翻？这一段多少？他整理八个月，我哪一档追价？会员是每一档都做轿，月峰也是一样，每一档都做轿。这个叫做谷底翻阳破底翻，这里往上，这里量缩，这里就结束了吗？我要跟大家谈的是操作观念哈。我们当股会员呢，这个做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连续哦，连续都赚钱哦。下礼拜我们另外一档，我们要切入了，当股会员，我现在你把握机会，你把电话拨通。没有涨对不对？再整理，你要不要赚？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，把电话拨通，下礼拜带你布局，休息一下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黄鹤应答服务吴老师，股票当当大赚，绩效再创新高，胜率高达95%，胜率高达95%。今日特别推出32%大优惠，32%大优惠最后一天，欢迎加入赚钱行列。最大在线零27810909，27810909。韵达可布后康诺迪家啦！即日起身装韵达可布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 或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我们今天的标题呢也都没有改变。第一个呢，我诚实的操作，标题不变呢，代表那一些股票一直都在。然后呢，我会带进，我会带出，就如同在上个礼拜19号礼拜一是休假，对不对？礼拜二开始2、3、4、5这四天，我的标题都没有改变。那我也公开这一些资料，那我也证明这些股票我们会员都有。结果6月19号到6月22号，这些股票一路往上走。然后这个礼拜，我们讲低档卡位会买会卖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把智元、把智宝2375，我们赚了60%出清了。月峰齐涨，兆元还会涨。这是礼拜二、礼拜三，那是月峰。兆远又涨停 ，LED 里面的最标的股票兆远。有些人买 LED 抓对的族群，可是并没有涨。这是到礼拜三，那礼拜四、礼拜五跟今天标题没有改变。所以你说呢？我每一档股票我是有追踪。你看电视就跟我带会员一样嘛。智宝我赚60%出清了。威盛赚了大概40%左右减码，兆元也是赚了40%左右减码，月峰赚30%，
我们一档一档操作，你电视上看的就是我带会员的操作，会员弄来看，都可以证明全市场的绩效，我是第一名。那我们不讲过去，我们讲今天。今天开182点，你敢有赚钱？我这一段呢，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台子期哈。今天涨这么多，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哈。这是昨天台子期，对不对？我说六月已经跌这一段，七月再来又来到低档区的区间的低档。这是昨天，今天有没有一个长红上去了嘛？这是6月27号前天，我说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，对不对？这是6月26号先蹲后跳，右空转折，出现大量，这个叫右空。多少人在这里被嘎空？今天涨到多少？白纸黑字嘛。今天起偌济？今天台指期被嘎空的人，嘎得很惨哦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我昨天，我们不要讲太久，我们讲昨天。昨天我怎么跟大家谈？昨天收盘在这里嘛。我说这里是压力，这里是支撑，对不对？那我跟大家怎么谈？最近这一个礼拜，我说它就是整理，你就是逢低买，逢高出，等到转折出现的时候呢，你去买选择权，然后你期货多单续报。那之前都是这样，逢低买，逢高出，逢低买，逢高出，没有改变嘛。那这是昨天，那今天有没有盘中有没有低点？昨天电子盘这里有没有来？有来呀、啊！你昨天晚上电子盘往下跌，你买的话，今天就不止赚100多点。这是昨天讲的嘛？那我们再看今天，外资在期货的未平仓增加5000多口啊！当你2600口，你很紧张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谈一个观念哦，它正常在50000口。如果在2600多口这里往上走，这代表什么？你换个角度，这代表它有20000多口的加码空间，所以它会不会有大波段行情？所以为什么它今天涨182点？为什么它今天买5000多口？因为这里诱空都成功了嘛。那接下来下礼拜，你如果看到现货它越买越多的话，那你要小心哦，它由负转正。下礼拜再买50亿、100亿，加上期货，那你说它会涨到哪里去？9:05，10553，10:47，10633，对对，10553，对不起，这里打错哈，正确在这里，在这里有没有533？我写错，533，533，对对。这是633，期货当冲的，有没有赚100点？赚了嘛？多久？9:05到10:47，就是这一段，全部成交了，一定可以成交，因为还有比这个更低的位置嘛。这一段100点当冲的，但是呢，波段单续报，所以波段单赚到后面，波段单续报，所以当冲波段都赚钱嘛。接下来我们看选择权。9:07周选择权10750的履约价34到36，对照一下哈。9:17，对不对？35块，34到36能不能成交？全部成交嘛，这成交的都有好几百张，对不对？买进买权成交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呢，11:14，34到36成本。11:14涨到哪里？早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涨到这里剩71块嘛，这里35块嘛，有没有一倍？一倍了嘛，是很轻松赚一倍。但是我没有卖哦，我说过转折出现的时候，周选择权你就是波段嘛，到收盘91块，买进35块，91块，这样多少？简单讲啦，你35万就变91万嘛，就今天早盘。尾盘，不管是选择权、买进买权、期货，我全部都赚钱。
证据都在这里，证据都在这里。转折一出现，我就要赚波段，波段单续报。未来还有没有大波段可以赚？有机会嘛？那你要跟上脚步啊！不管是大盘，或者是个股。昨天我们看一下，昨天收盘在这里，这一段是电子盘，电子盘有没有低点能够让你买？你昨天看电视，这个地方低点一定可以成交的嘛？100多点啊，那指数赚倍数啊，那个股呢？这个60%啊，这个36%对不对？那兆远40%，月丰30%，那我说下一档你要跟上脚步。我讲这些不是要你去追价，而是要你在学着我的操作理念，在低档去卡位，你才有机会赚到钱嘛。像这个没有整理的去卡位，这是自保，这涨上去就是6-7只停板吧。这是兆远还没创新高，这个已经飞到天边海角去了嘛。那这一档目前在整理，你要不要做？大盘年线止跌的，你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慢一天，你可能少赚一整个波段。趁着我们优惠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，你把电话拨通。我们休息一下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，趴下；二，掩护；三，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黄鹤运达投顾吴老师，股票当当大赚，绩效再创新高，胜率高达95%，胜率高达95%。今日特别推出32%大优惠，32%大优惠最后一天，欢迎加入赚钱行列。资料在线您啊，27810909，27810909。运达投顾后康弄底家啦！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运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2781-0909，2781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欢迎回到现场哈。我说我们最近的操作呢，这是6月19这些股票侧标都没改变，这是星期一，这是星期二、星期三，那这些呢我们都获利超过赚了超过30%-40%呢，获利减码一半。那自保赚了60%，我们把它出清。那威盛40%减码一半。我要跟大家谈的是，把证据拿出来，我给大家看。这是6月12号，当时我公布6月12号，6月10日，今天6月底啊。那时候这三档你可以去算，那时候这三档赚多少？那时候赚3只，后来赚6只涨停。尼克森创新高，利敦不止35%，就只有三档持股，这是特别会员的，只有三档持股全部赚钱的。我们再看一下6月12号，那个时候什么？中华莱德，中华莱德我们赚倍数已经出掉了哈。嘉麟后来不止3只、4只涨停，月丰那时候就要布局月丰了，那时候茂盛、茂系已经赚了50%了，接下来布局威盛，我那时候盖住对不对？威盛现在赚多少？赚40%了，这种6月10日，都是6月初的事情。哪一个老师像我这样？我说把证据拿出来，对不对？解盘它不等于操盘，嘴巴讲到不等于你出手，你有出手你才有赚到，赚到才是操盘嘛。操盘不是解盘，因为你要出手嘛，你出手会员才会赚到，对不对？我说大额资金的，你要好好的规划，我帮你规划，
布局一些低档卡位的股票。我说以前正手吹的大户主力都回来了，你看外资卖有没有卖下去，很多股票往上走嘛，何况外资今天他翻脸了，他往上高空了，原来他之前在右空。你资金好好规划，像威盛对不对，像兆远，或者呢像当股会员，我们一档一档操作。我们看一下，像兆远还是你在放空，像国巨被嘎，这是自保大涨之前整理半年上去了对不对，这是兆远，这整理更久 LED 的最强势的股票，整理了八个月，它往上一喷出能不能赚到四成以上，可以嘛。那这一档股票在低档整理你要不要赚，我一档一档的证明，在低档你没有买，你可能卖一天，你可能少赚一个波段，最后一天 32% off， 把机会把电话拨通，我下礼拜带你布局，我们低档卡位在年线这里赚波段，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，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，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狂贺韵达不顾吴老师，股票当当大赚，绩效再创新高，胜率高达95%，胜率高达95%。今日特别推出32%大优惠，32%大优惠最后一天，欢迎加入赚钱行列。最大在线零2-2781-0909，2-2781-0909。